炮一令向发射阵地机动，在抵达射击地域后，分队迅速完成火箭弹装填、射击诸元装定等实弹射击准备。随着指挥员下达口令，多枚炮弹扑向目标海域，精准命中目标。 我们圆满完成了在坚定了官兵打赢信心。只要统帅一声令下，我们坚决做到炮听我的话，我听党的话，以昂扬的斗志，精准的火力捍卫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火箭军部队对台岛东部外海预定海域实施多区域多型号长岛火力突击。 导弹全部精准命中目标，检验了精确打击和区域拒止能力。整个实弹发射训练任务已经圆满完成，解除相关海空域管控。